那个基本的哈，我们说话要有品哈，品就是三点嘛，这叫品嘛哈。所以你在这边点一下，在这边点一下，在这边点一下，啊，这个是等一下要画那个树根的地方啊。那么在上面也是品，这边是这样的品，我们现在是倒三角的品啊，这边也画一下，这边也画一下。啊，这边也画一下，啊，然后从这里的话，所以人家说中国画没品不行的，啊，那个是一个意思的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很在意，但是有时候不要那样，因为不一定要有品嘛，好也是好嘛，好，啊，那么我们就画下来啊。一颗是这样，然后第二颗后面的是比第一颗的，因为它比较远，所以看起来比较这个低一点。好，那一定要把它接到这里来。第三颗从这边过来，这边有一个，好，然后再画叶子。叶子也是一样，这边好像有一个品一样，好，啊，点也是一样，一二三这样点。好，这一颗，然后这一颗我们就也是点，但是这一颗是横点，这一颗我们有一点。好，这样，这边比较合，这边比较脏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形式。这个是中国画最基本的一个画法，有势有量挺。
那这是三颗四，好，这边有一个三角形，上面有一个倒三角形。那你现在要画多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再画。那我们今天不要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要那么快的。那假如说这边在有船，有一个在这边，然后后面的这个也是传统的话，两岸隔一水。而且今天老师这个画也是一笔画，啊，就是一笔完成，不拖泥带水。你看起来老师是一笔完成哦，其实老师已经画好几年了，所以知道怎么画怎么画。哎，你现在来了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，等于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胶画。然后现在老师在做的这个叫做染，干染，也叫做擦拭的擦。那现在这个是叫做压脚式，压脚。也要稍微给它很淡很轻的画，因为我们在这边上课嘛，画的比较快，其实真的在画的话是很慢的。不要怕笔坏掉哈，笔坏掉画好，一定要舍才会得哈。好，这个是叫做一笔画，然后你想要好的时候，你再染啊，可能要染好几次啊，然后再上颜色也可以啊。不过我们这种画是真的要30分钟里面要把它完。